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我是涂磊。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补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同时我们要感谢土豆网、优酷网、腾讯视频、乐视视频、 PPTV 距离、爱奇艺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此次节目当中的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他们分别是六人游的合伙人潮汐、梅尔木眼科医院的院长叶子龙、银朗文化董事长赵小叶、长春康达医院肥胖病科主任于树忠。来，在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之前，来看到他的视频。为寻梦，他与音乐始终走在路上，音乐给了他重生的机会，唱歌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要用歌声唱出他的精彩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芭比王力的歌声与世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王丽，今年24岁，来自四川乐山。身体是怎么回事？我的身体是在我5岁的时候患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非常稀少的一个病，叫肌肉萎缩。从5岁到8岁，3年的时间，我四肢萎缩，关节严重变形。我以为是烧伤的呢，这是萎缩是吧？哦，对，经常疼的。一宿一宿的睡不着，感觉浑身的那个肉啊骨头被刀尖绞一样。刚开始自己还能走能动，后来8岁开始就再也不能站起来了，然后就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那生活能自理吗？我现在24岁，但是我的体重还不到25公斤，身高不足一米。身高不足一米？对，25公斤。然后拿起的重物不超过2斤。这种病是突然发生的吗？还是一开始就有征兆？5岁之前我是健康的，就是5岁之后呢，都以为我是缺营养，看见我越来越瘦，然后也走路经常没有力气嘛。这父母有没有带你去看过病？妈妈在我2岁的时候就出外打工了，然后爸爸就离开了家，对我们不闻不问的。最后我的病严重的时候，我爸爸回来了，我二姨就让我爸爸带我去看病，但是我爸爸不愿意带我去，在我二姨的逼迫下，他勉强地答应带我去了。在走的路上呢，我一直跟在爸爸身后，爸爸也不牵我也不抱我的，然后就紧紧地跟着他。走着走着，爸爸停了下来，我在想爸爸停了下来难道是看我走得太累要抱我吗？我就走到他身边去，可是他却突然很凶地冲着我吼说，你怎么不死啊，你怎么不死啊，就这样冲着我，我当时都懵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了我的心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然后当天爸爸带我去了一个小诊所，就随便看了一下，
就这么草草了事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看过我们了。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男人啊。对。你是在农村？对。周围会有人嘲笑你吗？有，村里人办喜宴，外婆就背着我去了，当时每张桌子都挤满了人，唯独我坐的这张桌子只有我和我外婆，我看见几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孩就去招呼他们过来坐。有一个小孩刚刚走过来就被他妈妈拉到了一边，大骂了一顿说，你不能和他玩，他的病是会传染人的，都把我当作怪物一样看待。还有人说，喂猪会长肉，喂狗能看门，养他这么个废物能干嘛。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就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愿意去。爸爸对你不好。对。那妈妈呢？妈妈在哪？妈妈因为要维持我们一家的生活，我还有一个妹妹，所以一直在外面打工。到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妈妈回来了，带我去我们那个当地的比较大的医院去确诊了。当时确诊了以后，医生就说我患了肌肉萎缩，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个病，就说也治不好了，就说这样带回去吧，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就这样说。当时我看见我妈妈还有外婆他们都抱着哭，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去以后就一直这样，然后由我外婆照顾。妈妈还要出去打工？对，当时就是我外婆70多岁了，然后一直照顾我，甚至说每天的吃喝拉撒都要靠我外婆来照顾我，照顾了我7、8年。有一次外婆上山背柴，在下山的路上摔了一跤，走路一瘸一瘸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婆都要抱我上楼下楼，外婆摔倒了以后抱着我非常的吃力。我突然发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一辈子这样坐吃等死，成为我外婆的负担和累赘，所以呢我就开始慢慢的锻炼我自己。2层楼的楼房，我第一天爬了2个台阶，用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我爬了3个台阶，我坚持了2个多月以后，我终于第一次爬上了2楼，非常的高兴，我也可以蹲在地上走路。与其苟且的活，不如勇敢的去争取。对，随着外婆年龄越来越大，外婆也没办法再照顾我了，所以我就去到了广东，去找我妈妈。她一个人做3个工作吧，可以这样说。做3份工作。中午的时候要去给人家煮饭，然后晚上回来以后在路边摆摊卖玩具，回去以后还要去捡废品，因为妈妈要照顾我，没办法准时给人家把饭做好，所以被人家辞退了。看着妈妈为了我丢了工作，我也不想一直成为妈妈的负担呢，所以有一次嘛，我妈妈带我出去玩的时候，我看见盲人在街头唱歌，她都看不见，她都可以自食其力，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养活我自己。你敢唱吗？你原来都不太唱歌，现在当这么多人唱。就我这样出去还没有开始唱呢，就一大堆人把我给围住了，就都盯着我看，我当时心里好紧张好害怕，这么多人围着我看，我不敢唱啊，手都在发抖。我就想，我说干脆不唱了回去吧，可是我又在想，如果我不勇敢地迈出这第一步的话，可能我永远都停留在原点，所以我在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勇敢地迈出这第一步，所以我就开始唱了第一首歌《小城故事》。效果怎么样？唱完以后很多人给我献爱心，还有人给我送来了掌声，我当时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所以那天我唱了很多歌，到第二天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太过于兴奋把嗓子唱哑了。那天收了多少钱？那天有100多吧，除完我和妈妈的吃住以后就剩下的，然后我就攒起来了。攒起来了以后，到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给我外婆寄回去，因为外婆这么多年对我不离不弃的照顾，所以当我挣到的第一笔钱我就寄回去给我外婆了。我外婆当时很高兴，她高兴并不是说因为我给她寄钱了，而是因为她知道我现在出来可以很好的照顾我自己了，我外婆很安慰。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我们的节目叫幸福来敲门，是帮别人实现心愿的，但其实有很多当事人
到这儿来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神奇的故事。有很多看上去连正常生活都没有的人，结婚、生孩子，过得比很多生活当中的主流人群还要幸福啊！他也是如此啊！我听编导说他成了家。对。那把你老公叫出来。胡院长出来。来，有请胡运生。主持人好。哎，大家好。你的手是怎么回事？15岁那年，爬那个变压器，然后触摸到了高压线，所以导致右手截肢。也是一段不幸的过去啊，不，没事，现在幸福了啊。你们俩怎么走到一起的？我们俩是在2013年，我无意中看到了他的节目，因为出事以后一直挺自卑的，也比较消沉。然后看完他的节目之后，我就通过网上跟他取得了联系，然后辞掉了工作去找到了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吧，就是有好几个兄弟姐妹都是身体上比较特殊的，然后在一块儿在外面唱歌。然后他跟我联系之后呢，他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出去唱歌。我说你啥情况？他就把他的情况给我说了。说了，我说行，我说那你来吧。其实就跟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一样的，没有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傻呀，这是第一步嘛。很多人就是在一块儿，他都帮忙照顾。我当时给我的感觉，他是比较热心的。是吗？对。后来呢，因为长时间呢被他上下楼带他出去玩逛街，有一次。他去外地参加节目，我忽然发现感觉不照顾他反而有点不习惯，我就主动找他聊天，跟他发信息，聊着聊着我就想向他表白。什么叫聊着聊着就想向他表白？早就心里有想法了。考虑了很久。你咋开口的？也非常的不好意思啊。当时他给我发信息的时候，他就说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我说什么事啊？他说还是不说了吧。就是我说你说吧，他说不好意思说。我说你说吧。然后说了以后，他最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怎么说？我说我们可以交往吗？当时发出去之后我非常的紧张，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回来一条信息，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啊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家或者怎么样，因为身体的原因嘛。他跟我虽然都是残疾人，但是他情况比我好，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就是说找一个比我情况要好的照顾他。而且我很担心的就是他父母肯定希望可以找一个能照顾他的呀。可是找了我以后，不但我不能照顾他，反而他还要来再照顾我，甚至回家了他全家有的时候都还要来照顾我。但是说实在话，收到这条信息内心有一点惊喜没？我当时看到了以后我感觉他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喜欢他吧。接受了吗？我拒绝了。你为什么要拒绝？照顾我可能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还可以，如果时间长了呢？能坚持吗？我就说你能坚持吗？或者说我还说你父母会同意吗？你考虑好了吗？当时说了以后呢，他就说现在说再多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用我的行动去证明。不光是两个人在一起找到了一种支撑啊，同时呢他们俩有个孩子。是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既高兴又担心，怕他这样身体承受不了，我就说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吧。就是我们2014年嘛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就说感觉不舒服过来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去检查了就说我怀孕了。医生就说你这样的身体呢是不建议你要孩子的，第一我的这个病会加重，还有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原因怕孩子不健康。我心里也是很害怕，我害怕倒不是因为说医生说我会给我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我就怕孩子不健康，自己一辈子这样了我不能再去连累我孩子呀。当时我也想了很久，我就说不管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承受，只要孩子健康。但是你怀孕应该很痛苦。就是到了5个月以后也出现过2次比较危机的事情。有一次晚上睡觉了，都准备睡了，我突然
就是不能呼吸了，感觉快要窒息了，堵住了。我就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呼吸不了了。后来过了一会儿缓过来劲了，然后第二天去医院，医院就说孩子大了，顶到了我的心脏，会导致呼吸困难，然后又吸氧又观察的。还有一次就是中午他在给我做饭，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说我是不是不行了，我说怎么看不到了，我就赶快叫他，他过来扶着我，然后过来一会儿又好了。是正常生产的吗？剖腹产9个多月吧，因为到最后一次，也就是我怀孕中遇到我感觉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次去检查，躺在那里，那个做 B 超的就平时的话10分20分钟就能做好，那天做了1个小时都没做好，一直在那里就是在我肚子上推来推去的，而且连续换了3个。第一个给我做了一会儿感觉什么不行，又换了一个，反正他们当时说的他们本地话我也听不懂，然后又换了一个，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那个头长得不是很发育得很好，就说有点长，当时都8个多月了。我心里那一次，我那天一个晚上我都没睡，我就默默地流泪，我就说我坚持了8个多月都说没问题，为什么到快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医生就说让我建议我去更大的医院再去复查，确实有点长。为什么呢？因为我长期蹲着，因为快生的时候孩子的头在下面，我长期挤压的。后来生下来健康吗？健康，6斤2两。那很标准嘛。对啊，对吧？6斤到8斤之间是最标准的。对啊，对吧？小子还是闺女啊？闺女。然后那天去要做手术了，医生把种种的那个危险都跟我们说了，他说我的这个身体情况可能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因为我的这个腰椎不能弯，没办法打那个局部麻，只能全麻，但是打了这个全麻以后我就醒不过来了，都有这种可能。我说反正只要孩子健康就行，让他签了很多字。好在所有的事儿都过去了。对，但是其实你拥有的都拥有了，但我特别好奇你的幸福心愿到底是什么。来，我们上前一步，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是想有一台电动轮椅。好，谢谢。来，请坐。想要一台电动轮椅，对，出行更方便是吧？最主要的是我想陪我孩子，因为我现在我女儿已经1岁多了，会走路了，她一走跑，她有的时候跑出去了，我根本就跟都跟不上去，所以想跟着她一起。对，所以我想有一台电动轮椅，就是跟在我女儿后面，她去哪我能跟着她，看着她，就像其他妈妈一样陪着孩子。价格是多少钱？8000左右。刘润游丁志玲特别愿意帮助你去实现这个愿望。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轮椅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建议，就是互联网可以让你们的缺陷被隐藏起来，比如说像直播呀，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需要这方面帮助的话，我愿意提供一些资讯方面的支持。谢谢。我们梅尔木医院呢，愿意帮助你实现你的电动轮椅梦啊。谢谢。不过问题又在于，我感觉刚才你说了，你的手好像只能握2斤重的东西。啊，对。你有了这个轮椅出去之后，你们家孩子全跑，你一样是抓不住他。嗯。还应该有人陪伴，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一下。谢谢。啊。生活当中确实是，压力有多大，动力就应该有多大。之前呢，王丽做的非常好，把一些困难、压力都转化成了自己生活的动力。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呢，也愿意助力你圆梦。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其实身为母亲，我们总怕给的爱不够多，总怕我们给的不是最好的。你能够这么勇敢、美丽地走到今天，你现在已经给他的是你能够给他的最好的爱了。所以我挺希望，让我也加入你的电动轮椅之梦。那除此之外呢，我想送一些绘本和一些能够你跟宝宝一起玩的这样的东西，希望你能够永远幸福。谢谢，谢谢，谢谢。其实你们都是就最基础的需求，比如说你一开始只是想站起，对，后来只是想获得尊重，甚至没有敢去奢望爱情，没有。后来有了爱情之后，只是说如果孩子能够健康该多好，你所有思考的都是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可是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一种奢侈。我就想告诉大家，我虽然身体残疾了，但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也能够像你们正常人一样生活。我是残疾人，但不是残废人。
谢谢你们。好，谢谢，来，谢谢郑老师，谢谢你们。哎，再见。特殊家庭带给王丽一段不堪回首的亲情伤痛，坚强的王丽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在她看来，经历过酸甜苦辣的人生才有滋有味，前方的路再坎坷，她依然笑对人生。来，在有请出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之前，来看到她的视频。我经历过生命中难以忍受的苦难，也面临过极为艰难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所谓幸福与不幸，上天给我们的都是原材料，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搭建自己的人生。苦难就好像养分一样，滋养着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来，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你好，主持人您好，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王芳，来自广西安琪之家。这是一个什么单位？这是一个专门服务脑瘫儿童的一个机构。我们来看一下安琪之家。来，这里就是安琪之家脑瘫儿康复中心。自2002年创办以来，这个民间公益慈善机构已走过15个春秋了，先后为1800多位脑瘫儿童提供了多元化的康复教育机会。安琪之家的名字就是天使的音译，希望这里的孩子生活得像天使一样快乐。这些孩子正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做着康复训练，用来恢复自己的四肢、认知和沟通能力。安琪之家脑瘫儿康复中心就像这些孩子的另一个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妈妈叫王芳，而这个妈妈也曾经历痛苦、绝望和挣扎，在点点滴滴的耐心和努力当中，她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希望。安琪之家里面都只是脑瘫儿吗？还是还有其他的？主要是脑瘫和智障的孩子。嗯，脑瘫孩子呢，其实很多他们的智力是很好的，只是运动神经受损以后，他们的生活自理方面有很多障碍。他们在这个安琪之家当中的康复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以全人关顾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为脑瘫孩子提供康复教育和生活能力的训练。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刚成立的时候呢，孩子们还比较小，那现在我们已经有15年了啊，那所以有很多孩子已经长大，那也面临着他们的下一步独立生活，然后也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融入社会。那应该是很多脑瘫儿父母的福音呢。我们看这个安琪之家好像还蛮大的呢，创建一个这样的机构得花费不少吧？我们15年碰到过好多次经济危机，发不出工资。那刚开始呢，我们就借钱呀、筹款呀。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规模也比较大了，老师是40多位，然后服务的孩子有100多了，所以，当碰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发动我们的家长啊，还有一些朋友这样。还遇到过一些别的困难没有？除了资金上面的问题。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场地很漂亮 对，很漂亮。那15年，其实我们搬了5次家。为什么要频繁的搬家？最早的点呢，就是在民居当中，在那个居民楼里面，肯定会对居民有影响。那我们刚开始搬进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道联名就要到物业要撵我们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生活本来就是想在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一下突然来了这么多孩子，他们心里挺难接受的，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我觉得是命运的选择吧。我自己在广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就留校工作了，那后来呢就有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儿，取名很有意思，一个叫李君如，一个叫李子如。如左边一个单人旁，右边一个需要的需，是被社会所需要的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论语》，就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将来以后，他们不仅仅是有好的学问，有好的道德品质，他们同时也对国家、对民族有一份责任感。
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是在这两个孩子6个月多的时候，大女儿就被诊断为是脑瘫，我觉得好像自己一下子从天堂掉到谷底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脑瘫是，你就别想着他能治好，是不可逆的，他就一辈子躺在床上就是一个废人。另外一个孩子是健康。对，当时呢，医生也给我们建议嘛，就说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女儿，就说我们可以把精力呢放在好的女儿身上，大的女儿呢，她觉得投入精力也是没有用的，反正这个病也是治不好的。那所以可能我先生也是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吧，所以我先生不是，他不太主张去治疗。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太年轻吧，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所以我们很快就分开了，在孩子1周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这个离婚是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是怎么分配的？因为我们是双胞胎，所以呢，按照一般来说呢，就会一边领一个，这样的话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经济上的纠葛。那但是呢，如果是这样让我选择其中一个孩子跟着我，另外一个孩子要离开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面对的我这辈子最艰难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协议里面呢，我们就他抚养宝宝，我抚养贝贝，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呢，我想在生活当中我可以多照顾两个孩子。丈夫还是选择了老大，选择了有问题的孩子，因为他经济条件相对宽裕一些。我相信我们俩都很爱孩子。那么在这漫长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过想要放弃吗？我当时能够想到的能够知道的康复方式都去尝试过了，但是几乎没什么效果。他已经6岁多了，坐椅子还坐不稳，吃饭也是掉的很多，每天流口水流的要换几件衣服，就整个人还是软绵绵的，像个面条一样抱着他。那个时候我真的挺绝望的，而且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自己也打两份工。我后来又把宝宝接回来了。哦，你还把他接回来？对。为什么呢？你本经济条件不是不宽裕吗？但是我还是不放心。还是不放心。我还是不舍得他。那可以把小女儿让父亲抚养啊。我觉得还是在我身边吧，还是在我身边。我还是要对他们尽到我的义务。不是说有一句话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吗？我始终还是要让孩子在妈妈身边，还是放不下这个心啊。我们只是听一个故事，你是每天都要面对，你哭过吗？我哭过，但是我不敢在我爸爸妈妈或者我的孩子面前哭，也不能在我的同事面前哭。我就在上班的路上，在公交车上坐最后一排，没有人认识我，那个时候我可以哭。我觉得没有我自己的空间，也没有我的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有的时候写稿，有的时候呢，我白天也要挤出时间来带着我的宝宝去做康复。我觉得是没有我自己的生活。身边带着这样的两个孩子，会使得你在生活当中丧失掉很多的机遇。对，因为我在哲学系毕业，我也很想再继续深造，所以我申请了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也获得了好学校录取。那就在我已经跟大使馆约好去签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真的在眼前了，这个选择。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舍不得两个孩子，所以我放弃了。那样的一刻有些悲怆啊。其实我心里没有很悲怆的感觉，而且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样一个选择。我记得我们有个邻居，他是中风了，然后呢是躺着去走着回来的，这件事好像又燃起了我的希望。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请假，但是那个时候要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很难，我就把第一份工作给辞了，带着孩子到那个县城去找那个草医。我记得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已经
太阳要落山了，但是我还不知道要带着孩子到哪儿住，我就背着他在那个县城里面走啊走啊，去找地方。大女儿有多重啊？那个时候应该有六七十斤的吧。你背着六七十斤的人，每天都要上上下下走来走去。我们在那个小县城待了三个月，每天带着他吃药、擦身、做运动。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我要不会走路，我就不回去了。”小女儿会吃素吗？会的。我的会说你对大姐太好了。小女儿小的时候也承受着很多她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压力，比如说他们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带他们出去，经常是我背着姐姐，然后妹妹就背着行李。那我就想，可能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他还要爸爸妈妈背呢，或者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啊。但是我的小女儿，她不仅自己要独立的来照顾我们俩，她也要去帮助我们去叫车呀什么的。有一次我的小女儿出去叫出租车，很长时间没回来，我真的非常后悔，也很害怕。我就想我的贝贝确实承受的太多了。贝贝在高中的时候可能青春期吧，特别叛逆啊，有一段时间跟我讲话讲不到一两句我们就会吵起来。大女儿对小女儿，就宝宝对贝贝说：“你呢有很多同学，我只有两个同学，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是这样的，她当时呢是在一个小机构里面啊，有两个小伙伴，也是脑瘫的孩子，他们可以一起读书啊。所以我就在想，这些脑瘫的孩子他们也应该有权利来享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受教育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就觉得像宝宝这样的孩子他们也应该有一所学校。所以说你说女人的力量有多伟大，男人在这种问题面前会现实的离开或者选择消极，但一个女人不光是承担了对于一个孩子的教育的责任，甚至还建立起了很多类似孩子的一个家园。后来我的先生做了很多的工作。 你再婚了是吧？对啊。我的先生呢，他听说我的故事以后他来找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挣扎是每天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他真的是用他的行动做出了回答。有一次我们带宝宝出去到了广西的一个叫德天瀑布，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们就在上面看一下就好了，我们不用到下面去。但是我的先生说，他说我想让宝宝感受到那个上面的细雨珠洒落到脸上的感觉，所以他就一只手背着宝宝，一只手扶着那个栏杆，在很滑的这个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到下面。我觉得他真的是心里很爱这些孩子。然后在安琪之家这边，他也是刚开始我把很多的精力全身心地扎到那个技术上了，那很多的这个资金就是我先生去募集。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王芳，你怎么把我们阿江变成一个祥林嫂一样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他见到我们就说安琪之家，见到我们就说脑瘫孩子。我才知道确确实实我先生在做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中是碰到了很多的阻力。人家很多人也不理解，说我们捐钱给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他将来可能还能上大学，我要捐钱给脑瘫孩子他能做什么呢？所以我先生就去做了很多很多这些解释的工作。你遇上这个男人啊，这个第一没有因为女儿丧失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机缘，第二这个男人的一些行为恰恰告诉你，其实支撑苦难、战胜苦难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汗水泪水，有的时候恰恰是浪漫的诗情画意。是的、
那你今天有什么幸福心愿？我特别想听一下。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是为脑瘫的青年们建立一个就业的工作室，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谢谢，来，请回。工作室啊，具体描述一下是什么？这是一个庇护性就业的工作室。那么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呢，他们可以得到就业方面的一些技能培训，比如说他们可以学习烘焙，学习美术作品的制作，需要一些设备，比如说一些有工作台啊，还有一些架子啊，一些基本的设备。那另外呢，还需要一些指导的老师，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来，四位老师，我特别对你刚开始的一句话特别有感触，叫做苦难就像养分。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苦难会像养分，然后听完你的故事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结的爱的那个果实那么的艰难。我就特别想代表我们公司六人游定制旅行去帮你因为我做互联网旅游的，所以说我愿意提供一部分资金去帮助你的工作室，增加一些互联网方面的培训，希望你的学生们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感谢您。其实脑瘫的儿童不是不可救药，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小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康复训练，而且呢，很多脑瘫的孩子经过训练以后呢，还是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的。我们梅尔莫医院呢非常愿意帮助你圆梦。谢谢，谢谢您。我觉得一个母亲能够在很艰难的时候把两个孩子都带在身边，这种选择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们明朗文化也愿意在你的这个未来的小教室里面去尽一份心力，从画材到烘焙材料，我们也愿意从物质上去支持你。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你提到了我们安琪之家是每年是有募集资金上的困难的，那我们明朗呢每年有一个项目，是我们每年会筛选出一个公益项目，然后来进行全程的免费支持。那么我们会在每年年初进行这个筛选工作，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你们的计划发到我们公司来，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是你。谢谢，谢谢。王浩你好，你之前的所作，于私呢，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于社会呢，你创立了安琪之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担当。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呢，愿意帮助你圆梦，你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谢谢，谢谢您。你看他这样啊，我感觉已经有点将来做外婆的样子了啊。这个，您看接下来这个，他肯定要当外婆吧？是吧，就像你今天这身穿着 是吧，红色代表着希望，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路上很多希望都会实现，因为你不光为自己的宝宝，而且为别人的宝宝也做了太多，好吗？感谢你今天的到来。谢 谢, 谢, 谢你，谢谢，再见。王芳，一位饱经坎坷的女性，最终成就了一个极其弱小生命力却又极其顽强的脑瘫儿童康复教育机构。相信脑瘫孩子们对生活阳光的极度渴望和坚定信仰，一定会是王芳默默地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补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同时我们要感谢土豆网、优酷网、腾讯视频、乐视视频、爱奇艺、 PPTV 巨力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最后，如果您也有幸福心愿需要实现，欢迎来到这个舞台分享您的故事，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说出微心愿来参与到本节目当中。谢谢您的守候，下期节目不见不散。